这个老人家，这个就说捡了那个手机，也不是说那个去敛财的，是不是啊？啊，就是意识一下，帮着那女孩子捡到了，别人表示一下。还给我呀！哪里你这？你要是这样的，我就给你啥不钱财，我你这顿找明天就找不到。那你怎么不还给我手机呢？那是我的呀！你这是捡的啥捡？捡的事就不给啊！ 捡的事就不给啊！我问你，啥不钱财？我你这顿找明天就找不到。哎呀，那你怎